一次有感觉到我自己唱的不好听耶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。那其实之前都一直会被问一个问题啊，最想跟哪个歌手合唱？其实之前都没有答案，但是最近我有一个答案，我好想跟他合唱。在开始唱前，我要先澄清一件事。OK， 因为每一次合唱，网友都会留言说歌手好强哦，都不会被观众影响。可是我觉得我会。我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也很厉害，我都没有被歌手影响。谁管你、啊？再等一回，奢望流星会出现，月如果真的实现，爱能不能永远？明天或许来不及变，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，被提醒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，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，被提醒的眼泪，你哭红的双眼，被淋湿的诺言淹没在心里面，我抬头看着爱不见，最高潮来了，当对的人等不到对的时间，就在放开双手的瞬间，爱撕成两边，被激醒的眼泪，做不出的想念，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，被激醒的眼泪，你哭红的双眼，被淋湿的诺言淹没在心里面，我抬头看着爱不见，整个宇宙都流眼泪。我第一次有感觉到我自己唱的不好听耶。我觉得你耳朵要去检查一下，因为我还有另外，我还想唱一首歌。OK， 就是身为一个就是也算是很会唱的人，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？唱在 key 上。哇，第一句就很难唱，你的心情总在飞，这句是这样对吗？差不多。你的心情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，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，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，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，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，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，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，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，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你应该觉得你唱得难听吧？我没有感觉到，我觉得好有进步哦。要不然给你个机会，这样唱新歌，我不打扰你。哦，好啊。
哦，好啊。最好的快要发生，还要我们等一等。最坏的一次旅程，转身就要跑得远远的，最好的爱快要发生。你会不会为了想再跟我合唱，很快明明就再发一张专辑？